第2312集。改变你命运的人。心儿微微的一笑。好了，我说的已经够多了，天机是真的不可以泄露的。如果说的太多，有些本来是按着正常轨迹发展的事情，就会偏离原来的轨迹。所以有些时候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还是让它顺其自然比较好。好吧，顺其自然比较好，我们走吧。那两人现在已经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了，但是他们这一路作恶走过去，影响也不好吧。我说了，一切事情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，我们只需要按着事情的正常发展轨迹走就行了，千万不要想着改变它。就像是这几个人。星儿指了指地上的几具干尸，他悠悠地说，你觉得他们这几个人真的是无辜的吗？并不是，这几个家伙应该不是简单的旅游者，从他们带着的装备上就能看出来，他们应该是盗墓者一类的人，前面应该有他们需要的东西，可惜啊，他们遇到了玉堂两人。是啊，他们是奔着发财去的，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半道上居然遇到了玉长这号人物。所以有些时候啊，命运真的是谁都改变不了的。那我们继续走吧。广寒宫遗址到底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还不知道。他们在广寒宫里面待了那么多年，应该会比我们更敏感一些。没错，他们在广寒宫中待了这么多年，一定知道广寒宫到底在哪儿。就算是过了这无数年，广寒宫早已经不复存在了，但是他们就算是靠着嗅觉，一定也能找到那个地方的。心儿微微的一点头。所以我们还是得紧跟着他们，看看他们到底会走向哪里。叶浩轩微微的点头，当下他和心儿继续的向前赶路。玉长和吴刚两人一路行走的速度并不算是太慢，很快他们就已经到了天池。天池终年迷雾，一年的时间里只有几十天才能勉强的看到天地。不过两人来的时间真赶巧，哎，今天他们看到天池的全貌了。今天的游客也特别多，所有人都在兴奋地拍照，毕竟能赶上确实不容易。玉长和吴刚两人并没有觉得有多兴奋，两人只是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人间仙境。神秘的天池，白云缭绕，群峰环抱，看起来十分的壮观。只是两人隐约还能感觉到广寒宫的气息。你感觉到了吗？玉长回过头看着吴刚，只见他也是一脸的震撼。感觉到了。吴刚微微的点点头，两人都有着一丝悲怆的感觉。他们已经感觉到了广寒宫和不死桂树的气息，或者就在这天池之下的某一个地方，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。他似乎已经忘记了广寒宫中的疾苦，而他也忘记了中年砍不死桂树的辛劳。两人就这样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人间仙境，一时间有些沉默呀。广寒宫中无数苦寂的日子，现在两人看来也是值得回味的，因为自从众神之界消失以后，所有人都失去了很多东西。现在看到熟悉的地方，闻到了熟悉的气息，两人却觉得十分的温馨温暖。多少年了，我似乎闻到了桂树的香味了。玉长的脸上带着一丝笑意。每当桂花开的时候，整个广寒宫中都充满了桂树的香味。其实是它消失了，坠落了，但是我还感觉得到它。其实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那个地方，
但是我们都不得不承认，广寒宫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，那就是我们的宿命，我们两个谁也逃不掉的。是啊，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归宿。玉长微微的一呆，他也有些感慨，当年的广寒宫是众神之界的边陲之地，他费尽心机独吞了不死灵药，这才得到离开了凡间飞升众神之界的机会。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种靠投机取巧飞去的人却是那样的不受待见。在广寒宫的那些日子，他几乎没有一天不想离开那个地方，因为他最终的目标不是那里，他不想做一个连品级都没有的小仙，他的最终目标是九品上神，与帝君平起平坐的存在。可是现在看来，他的想法是那么的可笑。当人失去一切之后，才会发现原来自己最初想摆脱的东西到最后都会成为奢望。我已经确定广寒宫当年就是坠落在这个地方，但是过了这么多年，他应该已经被深埋在地底，现在不是时候，我们要等一下，现在的人太多了。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，晚上的天池周边静悄悄的，两人躲过了景区保安的巡逻，然后来到了天池前。此时月亮正高高的挂在半空中，两人围着这一池水转了几圈，还是没有任何的头绪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我感觉得到，他明明就在我们的眼前，可是为什么就找不到入口呢？玉长的心态有些崩了，他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找到昔日生活的地方。不要着急，过了这么多年，这个世界早已经发生了我们不知道的改变，但是我相信一定能找到的。吴刚安慰着他，两人继续寻找。突然，玉长脑海中灵光一闪，他死死地盯着这一池水，然后缓缓地走入了水中。玉长，你干什么？吴刚微微地一愣。玉长的动作他有些看不透。广寒宫就在这儿，错不了的。不管过去了多久，不管发生了什么改变，有一点是改变不了的，那就是我永远都是广寒宫的主人。随着他所到之处，水面上起了一片片的浪花，紧接着一个水帘在水面上形成，而在水门的后面是一个未知的世界。找到了，入口就在这儿。玉长又惊又喜。是的，不管过去了多久，他永远都是广寒宫的主人，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都错不了的。吴刚看着入口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他和玉长一起，两人走进了这入口之中。两人走进去之后，水面也恢复了平静。一个长长的阶梯，一眼望不到边际，一路蜿蜒向下，仿佛是通向地狱的入口。吴刚和玉长并没有感觉到恐惧，因为他们感觉越向前走，广寒宫的气息就越重，这个地方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家一样，啊不，就是家。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好怕的。终于，阶梯走到了尽头，两人眼前光线也渐渐地变得清明了起来。只见一处宫殿出现在两人眼前，宫殿楼台亭阁应有尽有，这里青石铺地，白雾缭绕，说是仙境一点儿也不为过。这里是广寒宫，这里就是广寒宫。玉长激动的几乎快说不出话来了，多少年了，
这个曾经他待得厌倦的地方，现在又完好无损地展现在他的眼前。这里的一切与昔日没有什么区别。看来当年他坠落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多重的伤害，他依旧是和以前一样。吴刚也呆呆地看着这里，这个地方他很熟悉，这是他待了无数年的地方，当年他就是在这里日复一日地砍着桂树，那时候有玉长在一边陪着，他倒是没觉得这日子有多寂寞，相反他还十分怀念那个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至少玉长还是玉长，他还没有表现出太多的野心，至少他能陪在自己的身边。可是当变故出现以后，这一切都变了。广寒宫从天空中坠落，他们不得已结束了以前的生活，到了众神之界。本来在这里他们以为可以重新开始，但是谁也想不到不久以后众神之界也陷入了冰封当中。眼前的一切还照旧，只是沧海桑田已经换了人间。这不可能，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这里怎么还跟以前一模一样？而且当初广寒宫从半空中坠落是不可能保存的这么完好的。错不了，这就是我们以前生活的地方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玉长还没有从激动中回过神来，他喃喃地说，不会错的，感觉是不会错的。可是眼前的这一切怎么解释啊？不知道，也不用去解释。我们走，去找不死桂树，只要有一点不死桂树，我们就可以恢复神力，到时候就再也不用受制于人。这么多年了，当年毁天灭地的一劫，桂树是不是还存在呢？吴刚有些犹豫，虽然被天地罚砍着不死桂树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，对于那棵树，他却有种要见到亲人一般的感觉。一定存在的，它是神树，这个地方连宫殿都保存得这么完好，桂树一定也没事。玉长的态度很坚定，他相信不死桂树一定还存在。那好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吴刚微微地点点头，他也觉得是这样的。既然整个宫殿都能保存得这么完好，那么不死桂树也一样能保持原来的样子。两人一起就赶向了昔日不死桂树的地方，但是这个地方却是空无一物。他去哪儿了？玉长喃喃地说。这不可能，广寒宫都保持得这么好，不死桂树去哪儿了？一切都改变了，再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了。我们从众神之界里面醒过来，这已经是奇迹了。所以有些事情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玉长来来回回地走着，他的心态很崩。我们只是想恢复一点神力，我们只是想在这个世界上有自保的能力，可是为什么连这点要求都达不到？什么狗屁天的！玉长突然站在了当场，他嘶叫道，为什么最后都是我承担一切？天道就是这样，不是针对谁。我们再好好找找吧，他是神树，就算是枯萎也会有痕迹留在这里，不可能一点也看不到。突然，一名身穿重甲的玄士出现在两人眼前。这名玄士所穿的衣服正是广寒宫守卫的衣服，对于这些装扮，两人更是再熟悉不过。这里居然有人？他是以前广寒宫的玄士？玉长简直是又惊又喜，他连忙上前道，
这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还有其他的同伴在吗？玄氏距离两人有点远，他并没有马上回答玉长的话，而是有些疑惑地抬起头。我是广寒宫的主人玉长，现在马上回答我的话，否则必赐你天雷噬体之刑。玉长厉声道，他是广寒宫之主，即使是这万年来已经不在这个地方，但他还是玉长，实打实的玉长。他不相信这个广寒宫中小小的玄氏敢不听他的话。可惜啊，他尽管摆出了一副严厉的样子，但是对方似乎还是没有听到。对方继续向前走，似乎一点也没有把玉长给放到眼里。我再说一次，我是广寒宫之主。玉长怒了，即使是广寒宫已经不是以前的广寒宫了，他也不是以前的玉长了，但他是这里的主人，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，他不允许这些人可以这么无视他。玄氏渐渐的逼近，吴刚这才感觉到不对劲儿，他连忙护在了玉长的前面。而这个时候，两人也看清楚了这名玄氏的真实面容，两人不由自主的吸了一口凉气。